我们共同拭目以待这位南方选手，来自于阿根廷的 Nero Tommy 精彩的表现，掌声有请 Thomas Nero。 And you being some hot nigga, like I told Tish, I see when I shot niggas. Like you seen him twirl, then he drop, nigga. And we keep 9 millis on my block, nigga. Toes gonna get busy with them cops, nigga. Toes gonna get busy with them cops, nigga. Try to run down and you can catch a shot, nigga. Try to run down and you can catch a shot, nigga. Running through these checks till I pass out. That's what he give me neck till I pass out.好的，我们的蓝方选手呢已经来到我们的擂台上方了，看得出来还已经做足了充足的一个准备哈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要邀请登场的红方，他师从中国泰拳队长王万本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，也是同样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看他的风采，请看大屏幕。他从出道至今无惧强敌，和众多世界名将都有过博弈 ，KO 日本名将久保正哉，战胜战斗民族高手马克西姆·彼得科维奇，其精湛的搏击技术、凶狠凌厉的拳法，得到了广大拳迷的一致好评。再加上中国泰拳队长王万本的悉心调教，已经成为中国羽量级最耀眼的明星。他就是。中国搏击希望之星，蒙国东。我们这位红方选手呢，和世界众多的名将都有过交手 ，KO 日本名将久保正哉，战胜战斗民族高手马克西姆·彼得科维奇，击败世界冠军卡里姆·本诺利，那么两次独秒伦皮尼排名第一的陈家洛。年纪不大却颇有大将风范，那么他的精湛的搏击技术、凶狠凌厉的拳法也得到了我们广大拳迷朋友们的一致好评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安康问心搏击俱乐部的红方选手蒙国东。本场比赛场上裁判鲍高山 ，Referee who charge in his ring is Mr. 鲍高山。下面比赛正式开始。冠名播出的峨眉传奇第38的比赛，我是东妮，我是董元涛。本场比赛是一场男子65公斤级的对决，红方选手是来自问心搏击的蒙国东，蓝方选手是来自阿根廷的汤米。汤米呢是常年在泰国训练的，对，有很强的泰拳训练背景。在上一场东京宴的比赛是战胜了中国的黑马卢俊。是的。整个打法也非常的。勇猛啊，
进攻速度非常快。那蒙国东呢，这两年的战绩也很不错啊，战胜过很多的这个世界名将。对，比如说 KO 了久保正哉，对，以及陈家洛等等。哦，遭受了一次踢裆。因为双方都是正反架，所以后腿低扫很容易踢到对手的裆部。大家这时候可以给一些掌声鼓励一下。但是蒙国东不要着急，一定要在自己完全恢复之后才继续比赛。对，刚才是汤米的高扫落空啊。是的，双方这个反击的躲闪反击都非常快啊。蒙国东是反架，所以我们看他前手摆拳和后手直拳命中率相当高，而且在躲避对手拳法的时候啊，相当容易啊。对，一侧身，在擂台上是高度集中，因为对手的拳速、腿速都特别快，而且你不知道是从什么角度，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超强的反应能力。是的，前手刺拳，蒙国东打得很聪明啊，很清晰，每一下啊都很准。那么汤米的整个动作输出来说，相当密集，而且力量很大，进攻的速度也快。一个高扫，一个前手摆拳，反应很不错。近身顶膝。但是蒙国东还是看得很准啊，很清楚，因为今天也是主场优势，所以我觉得在信心上，漂亮连续的拳法进攻，打出一波优势。刚才是一个后手啊，哎呦，不要小心啊！对，刚才是一个蒙国东的后手，其实很正中对手的这个下巴，所以才带来一波这个连续进攻。还是要多做后手。是的。哇，我们可以听到现场有很多蒙国东的粉丝朋友们来支持他。蒙国东在侧闪对手的拳法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动作啊，往左边低头，他们也是抓住了很多这种机会啊，打完拳之后马上出后腿高扫，还是要注意一下。转身摆没有，最后十秒钟一个转身摆没有，双方的反应都很快。是的，第二回合 好，比赛继续。第一回合双方打得难解难分。其实蒙国东啊，在他十九岁的时候就打败了一个名将，在拳坛上崭露头角。他也有泰拳的训练背景，虽然是散打出身，但是他把两个技术融合得非常好，拳法相对于突出一点。对，你看蒙国东躲闪的时候，身体会往左侧相对的要，自然的要移动一下啊，就是要注意对手的高扫。是的，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呐、训练实战，可以看出来蒙国东的打法越来越成熟沉稳。对，双方打都非常冷静啊。是的，相对来说，汤米呢更加凶猛啊，蒙国东呢更加冷静，看得更准，后手，在第一回合的时候，蒙国东的后手给对手带来不小的威胁。那么第二回合之后，我们看蒙国东连续几次已经落空了啊，证明汤米，是对蒙国东的转身，对蒙国东的后手拳是有一定的防备了。是的。
蒙古东已经两次的后手边拳落空。好的，后手边高扫，在双方扫踢互换，这时候再出拳，要穿插一下。好。汤米还是往前压的比较狠啊，因为身材比较粗短。是的。其实这场比赛呢，在赛前我也跟蒙古东做过一些交流，我说有这么多朋友啊亲人啊在现场来看你比赛的话，心里会不会有包袱？但其实他跟我讲说，包袱虽然是有一点点，但是他无论输赢，他想给大家传递的是一种精神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项目。对的，蒙古东目前打的动作单击更多啊，不管拳还是腿啊，那托米的一出就是拳腿结合，比较多，所以在点数上你看，汤米的这个延续性还是很强。是的，汤米呢是一个每一次来中国都要做好充足的战略储备的一个人。哦哟，小心，非常仔细的来了解对手的打法和风格。哎，转身边拳，但是被对手识破。是的，蒙古东这会儿被汤米越压越紧，虽然在后撤当中不断的用后手迎击和扫踢，但是我们看啊，都似乎都对这个汤米没有太大的这个压力。是的，我们可以看再次压进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在汤米这个级别当中，65公斤，汤米属于一个维度比较大的选手，这样的选手他的重拳就会对风格比较突出，而且汤米一直是前手刺拳开路，前手刺拳开路，后手重炮在后面等着他，速度也很快啊。对，所以第二回合还有10秒。对，前手做一个干扰，所以蒙古东一定要防好对手的后手拳。对。先声夺人，对，前手开路，后腿高扫，这个高扫还是很重的。对，你看，哈米整个进攻的高扫、低扫都有。哇，转身边拳打到。蒙古东换架，受到了做一些变化。双方在换拳分开的一刹那，蒙古东还是要注意，他们有一个习惯性的勾跟的一个后腿的高扫。对。接腿之后放开。还是比较友好，双方对这种边拳还有转身的后摆腿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一个技术，一般命中率比较低，但是一旦命中之后，一旦命中重击效果就非常明显，非常明显。对，好，前手抵住，后手压进，连续两次啊。是的，他们这个胳膊伸出来也是比较长啊，看的。对，那他的臂展在他这个身高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，比较长，所以攻击的时候很容易给人造成迷惑啊。对，以为你打不了那么远，实际上这拳打出去正好打到你。对，所以蒙古东应该根据汤米来调整一下战术，不要跟他持续的拼拳，打一些组合动作破坏他的节奏。后手反击又有了，蒙古东要注意自己的左侧的防守，但是接住之后后手第二次，对，这个后手拳给蒙古东造成一些压力，跳膝没有被对手识破，对，击腹，蒙古东还是要主动一些，这会儿被对手压有点喘不来气啊。 1 minute Tommy 1 minute 好，
对，要多一些低扫，后撤可以再出低扫。后手拳塞进去。击腹很明显，顶膝，但是被对手识破，一个侧身闪开了。魔宫东应该把这个拳法的速度加快，组合拳变多，因为单击的话还是汤米的拳更重一些。但是这会儿当你面对对手强大压力的时候，自己的速度是很难提上来的。他自己也等于是有心，可能做起来比较困难，就要看他如何在场上能够调整。对，再次变价，还有最后十几秒钟，哎，顶膝，这汤米很有意思啊，打的时候打的空档了会给对手笑一下。是的。好，下面宣布比赛结果。本场男子六十五公斤级自由搏击超级战比赛的最终裁定结果如下：一号裁判28-30 ，Judge Number One 28-30；二号裁判28-30 ，Judge Number Two 28-30；三号裁判28-30 ，Judge Number Three 28-30。本场比赛三位裁判一致判定，蓝方胜。恭喜我们的 Tommy Nara。同样的，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萌魔东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有请安康市长兴建筑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熊少。请我们两位选手一起来到我们擂台的中间，一起可以留念。Okay, this is time to take a group photos. Look at our photographer. 3, 2, 1 Thank you, congratulations. 谢谢，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选手，好吗？